婚姻难维持，只能签下去。我不想等你，我就先洗。他真的就是从后面就这样拿那个布这样。天哪，好大，好耶！开开，然后老公在旁边说：“哎，这边这边。”又不能反驳他，因为你要给他留点面子。衣橱就这么小，本来就要断舍离，不然我要怎么放？对。他就说：“你这个人就是这么偷贼啊！难怪甩你前男友甩得这么快。”那我们就现在去办离婚，我甩你也甩快一点。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